天康熙来要取悦的是两位娘娘，为你们进贡七个新的货色。有好货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虽然跟你那么熟，可是我对于我现在好燥热哦。先不要这样，我感受到年轻的肉体在呼唤我。我虽然跟你那么熟，我一直抓不准你的口味，所以我今天这个七个男生，我真的不晓得有没有是你觉得中意的。你抓不准我的口味吗？因为你有的时候就是像你先生 Mike 其实是某一种帅。可是你不太能够把它归类到哪一种典型去，我说不出来他的型。是啊，所以然后 Mike 脾气也超好，对，所以可是你们平常又好像有点迷恋那种很酷很酷的人，所以 Mike 是酷的，不会啊，他人很 nice 啊，没有，他是低调的 nice， OK， 他不会说哎康永太热情，太热情的我也没办法，话匣子很容易开的我会怕，所以要稍微盯一点。我老公的话匣子超紧的。我觉得他有点寡言了。对，我喜欢寡言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S 跟他的好姐妹 Makio 两个人呢，要以这个一个是已经结了婚，一个是单身者，所以应该可以代表不同的女性。可是我觉得 Makio 今天来评选，要先确定他有没有喝醉，因为他清醒的时候跟喝醉的眼光差很多。你清醒的时候喜欢哪一种女生？清醒的时候喜欢堂本刚类型的。啊？对，这么美少女。对对对，可是又像男孩那种，但是比较男人就对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喝醉的话要男人跟肌肉。喝醉他喜欢杨俊荣啊，而且杨俊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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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不杨不杨不杨。而且我刚才又听到一个大八卦，是马 Q 跟我讲的。什么八卦？因为他本来不是之前在我姐婚礼喝醉是专攻那个杨宗宪吗？然后他也不是故意专攻吧？然后他这次在范范的婚礼 after party 又喝醉了。不能讲吗？不行嘛！他有攻击一个新的男生，我先讲给你听，你看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行。谁啊？我的妈呀！怎么可能？对呀，我就说马 Q 为什么？我实在没有想到是这个人哎，你搞什么？而且他整晚跟他很热络哦，就那对方反应怎么样？他的反应应该是蛮开心的吧？对啊，你有拉着他到处跟别人说，你看这个男生很可爱，而且还说，你看这个男生好可爱，是我小男朋友。哇，他好像没有在，并没有在网络上炫耀这件事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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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算一个很有道德的。对他人格还蛮好的，蛮好的。我还跟他拍照，我都忘记了。我们要告诉观众是谁吧？不行啦，不行啊，他是威廉。要把他照片打出来哦，棒棒糖的威廉。你口味真的很广哎，所以你喝醉也是要小男孩啊，他也不是杨宗宪类型的。你们就看谁有空吧。我们邀请这七个男生，应该对观众来讲，有的人算是有一点点眼熟，可是绝大部分是毫无印象的，然后没有来过康熙，很新鲜的肉是。那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在白布幕的后面呢，先摆一个身形出来哦。那如果两位姐姐就打了哈欠的话，可能就会出来以后就会遭到冷淡的对待。可以先把他杀死吗？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哎，你完全走音。怎么会只有一句也走音啊？对，你模仿可不可以再精致一点？精致啦，歌曲要唱对啊。我的腮红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就要麻烦你叫他们出场。啊，没有问题。今天来了七位名模，要来参加小 S 的欢乐 party。康永还有 Makio 也在一旁评选，到底谁能够讨小 S 欢心，从此星途大展呢？看下去就知道喽。那你现在告诉我们，第一位准备的是？第一位准备的是肉咖金肉人，欢迎他。金肉人，肉咖，好像线条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杨时修，我们见过吗？没有，没第一次来康熙。哦，对，那你的作品是？我现在是在凯沃当模特，对，主要是走秀、平面，还有一些广告。有演过戏吗？一些灵演。灵演没有开口的角色吗？对啊。是说被杀死的那种角色吗？我有曾经演过一个是在楼梯上被踹死，就是要飞下楼梯这样子。被谁踹死？汉典你。你往他的腹部戳一刀，让他的眼死掉就好。要注意哦，注意哦。哇！演技很好，会演哦。
且他演灵活好多，你统称他演灵丑。好会演哦，头发掉下来。是你刻意把裤子弄得比较低腰吗？有一点。啊，真的。可以再拉高。所以其实你真实的，你也不用为了取悦他们两个就搞成这样。我有没有觉得他腿的比例好像比较，好像比较，我身比较长哦，对啊，是。可是如果是长相的话，我觉得是比较像远房的亲戚哦，哎，就是比较有表哥、堂哥，或者是哪一个阿姨的从美国回来的儿子，是好还是？就不那么明星气，就感觉已经对，已经有血缘关系了，对对对，不能再没有太肉欲的感觉。可是你顶多会说，哎，马可以我一个堂哥长得还蛮还不错，可是你就说，哎，堂哥好，然后就，哇，你们很彪哎，这个还不够帅吗？而且他的发质是比较太亚洲人了。好了，不要录好了。你这么难，我们后面的料理怎么出来啊？因为不是要给他们良心的建议吗？我觉得他头发可以去用那种让发质比较软的膏。弄一下 ，OK， 好了，你们有什么仇，将来红了之后，今天我救不了你们，那就欢迎你，请坐，谢谢，谢谢。所以他被汉典介绍为筋肉人的意思是说，后面的六个人的肌肉没有你厉害吗？我在里面算比较大只，可是手臂练得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主要是还有在练腹肌。真的吗？那可以看一下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等一下，请你一体观赏好不好？就是不用一个一个。你说集体这样现在。好，那麻烦你介绍下一位。好，那接下来欢迎这位呢是女艺人杀手，欢迎她。跳舞吗？好感动，我的妈！好危险啊！这个比较眼熟啊，这个好像有见过面吧？你来过没？第一次来。哎，对。可是你的名字我怎么看过？哎，你上过报纸？对，宣传。跟谁传绯闻？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跟千佩，还有你上班。千佩，你怎么会跟他混在一起啊？我不是跟他混。因为是女艺人，如果我们是拍同一档戏，然后上节目宣传，所以是他跟杨千佩在一起过，你就生气吗？有没有在一起？没有在一起啊？真的吗？有没有留电话？有，当然有电话啊，我们所有剧组都有电话。就是完了，对。怎么了？扣分了吗？扣分。马哥，你的语气是说只要杨千佩要的男生，他没有得不到的吗？杨千佩因为很厉害，我觉得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做一下专访吗？喜欢他呢？没有到真的很喜欢的那种感觉了。差在哪里？有时候需要一种冲动，没有那个冲动，你们就不会在，就像结婚那种感觉。还蛮实在的答案。对。他好坦诚的回答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俩要收敛点，不然问出太多心里话。所以现在是单身吗？也没有问。现在单身。好 ，OK， 欢迎你啊，周小兰。欢迎。好的，那接下来要介绍。我不知道你在模仿谁耶。范范啊，是范范会这样说好的吗？加入自己的 style 吗？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欢迎下一位。范范会说那现在吗？欢迎下一位，会跳舞的陈冠希。这个好像力道比较够，稍微会跳。沈威廉。他长得很像那个网络上很会写作的史丹利。史丹利，史丹利，你好，史丹利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因为他头型什么是那一种的，还有他长相就是史丹利啊。他比史丹利，他比史丹利帅吧？就是史丹利还没有气色变那么差。所以作品有没有大家比较知道的？九降风，你演过九降风，所以你在九降风里面有交到别的演员做朋友吗？我后来跟凤小岳还不错。你跟凤小岳还不错，过来这边坐一下。你搞这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可以聊一聊凤小岳啊。所以你被选上，应该是因为你比较有学生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其实我在九降风里面是年纪最大的。
我看出来他，你刚才说像那个史丹利的时候，我是在想别的人。他脸型对我来说比较像舒比杜娃的小马，好像，像，因为他笑的时候一直从这边勾出那个纹来。马哥，我没办法跟他聊天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要破坏你，可是有没有人这样讲过啊？没有哎，很像。你把小马摆在旁边，就是同一种脸呢。我第一次听到，他就是早期的小马哎。其实小马有一段时间也是算帅的，并不是都所以不要介意，就是他也 OK， 就是难以驾驭的那种气质，对，有点坏坏的那一种。对，这样安慰够了吗？够。不好意思，欢迎你，请坐。谢谢。好，麻烦你介绍下一位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位呢 ，S 要注意听咯，可爱版的小栗旬。空腹哦，哈，空腹不能吃哦。这配得上，这是小栗旬吗？如果你不要说你是可爱版的小栗旬的话，我可能会高兴一点。嗯。所以有人说过你像谁吗？他们说我长得像金城武。这是要说真理吗？聊真理吗？不好意思，其实你是有点像贺军翔吧？是不是贺军翔的那种型的男生？我说不出来，你哪里像金城武啊？谁讲的？以前小学的同学啊。你念小学的时候吗？没有，小那个小后来遇到的，后来遇到的时候。他这一型，奶油型吧，就是比较年纪小小的，然后好像要可以养他的感觉，就是当宠物的那种。马哥，如果喝醉的话，你是会骚扰他吗？如果在灯光暗一点的话，我可能就会锁定他。对，所以亮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？亮的时候就是太白了，太白，真的白不好吗？就奶油型的那种牛奶牛。可是你连洋葱圈都有了。我没有用洋葱。你太暗的时候眼光实在是很奇怪。你凭什么在那边评论人家？你喜欢吃洋葱圈吗？你有被女生嫌弃过你讲话太柔吗？很少哎。你可不可以就是不屑我们？是，这样好吗？因为就是他如果那么柔的话，很容易会忘记。那他们前面三个人有人不屑你吗？沈威廉一直瞧不起我啊，他就这样，因为他是很亲密啊，对一切事物。他只是嘴型这样而已。所以厉晴天，你交过的女友都是年长的吗？嗯，有一两个是，那其他大概是同年纪的，或是小一点点这样。你失恋的时候会撞墙吗？因为我失恋的时候会难过到睡不着觉，所以不喝酒没有办法睡觉。你有看到他讲话的手势？怎么样？我喝醉的时候是会难过到睡不着觉。对，不可以这样，对不对？你手势没有拿出来比划，你会很难交谈。坏习惯。OK， 所以应该要教他一个把手放在某处的方法。如果这样会不会太不？所以杨师兄，你如果跟我们讲话，他手应该放哪里比较自在？我习惯放前面。哦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这样。以后就这样吗？好。好，立晴，欢迎你，请坐。谢谢。好，再来是时尚版的耗子，欢迎他。耗子。哦，有没有耗子？耶，黄立晴。这个号称我不想看。哦。是耗子是指发型吧？你说号角响起的耗子吗？对，耗子已经可以当别人的样本了吗？不会吧？我不觉得你有喜欢这个称号哎，时尚版的耗子。还好啦，可是他样子还蛮特别的。对，你是做什么的？我也是 model。你有拍过广告吗？嗯，有。台湾大哥大的，还有多利多姿。那应该知道啊，台哥大为什么会不知道？因为只有一下子哎。所以这个发型是为了接下来的什么工作剃的吗？嗯，没有，我一直都剪这样。他有没有看起来应该凶一点，结果很害羞？有，对。他不是应该跟沈威廉一样比较有霸气吗？可是结果好像讲话非常腼腆。你几岁？24。所以你很害羞是不是？还是你很怕这两个女生？还好啦。所以如果现在不是在上节目的话，你的态度会比较潇洒一点吗？会吧。OK， 好，欢迎你，请坐。不过他是今天唯一发型比较特殊的，
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出场五位哦。如果作为你们俩，如果是电影导演的话，这样放眼望去，可能会先看到谁？厉晴天的长相好像蛮适合出现在电影里面，就是演纯爱电影之类的吗？可是我会给他很少很少的台词，因为讲话要训练，就是先拍他的眉心那种迷人的样子。然后先叫他把这些你知道女性化的特质戒掉，再所以可能演尸体啊什么之类的，尸体还不错的 idea。可是周明甫应该会被看见，对不对？周明甫对我也会第二眼会看他。嗯，沈威年呢？沈威年就会想说你拽个屁，一直就瞧不起人的样子。不过沈威年当初九江峰被派到演坏的青少年，应该也是因为导演就觉得你杀气比较重吧。其实我那个不是杀气重，是很孬的。对，然后他说他是看到，因为他试镜的时候要我装凶，他看到我装凶的背后有一种孬感，所以就叫我演那个角色。装凶可是心虚的样子。对，你有看陈汉典在《蒙甲》里面的那个表现吗？有。你觉得他够凶吗？还是孬的？我觉得还。蛮狠的。如果你跟陈汉典两个人是用最凶狠的表情互瞪对方，你觉得你的气势会被他压过？你说陈汉典打扮成现在这样子，然后跟他这个怎么弄？互瞪对方。你如果演技够扎实，你是不用怕的。好的，不要有框框。好，拿出你的内心。你们要走去哪？我不要多余的戏，只是说那个瞪的气势，两互瞪就对了。是，好。来喽，1、2、3。汉典打扮成这样还能够互动？你睫毛好翘，而且还扎也扎了。这副睫毛在哪里买的？不知道，工作人员。我要听那一段那个对白。啊！我只是想要个吻，为什么你要走？你牙齿我都已经烂成这样了，为什么？他怎么有一颗牙齿少了半截啊？啊，我演这么用力呢？不是因为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这个颠倒吧？没有，我原本就长这样。你以前没有这样子啊？其实我真的长这样。是有人打你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都太不在意我了，你们一直都长。你以前常演这段戏，我都没有发现你牙齿。沈威年，沈威年。你可以这样演狂吼吗？我爸爸，我哪，我不敢看了。哎，好奇怪的演技。因为主要台词是什么？就是我很怕，我很孬，我不敢扛，因为我觉得汉典演的比较好哎。可是我觉得沈威年的比较旁门左道哎，因为陈汉典是感觉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干嘛。是。可是沈威年那个是。他有一种身体的扭曲是很少见的。好，可是导演这样有通过吗？有喜欢你的表演吗？导演很满意啊。Okay。所以马 Q 如果是刚才那两段演出，哪一个比较令你反感？没关系。汉典。你有受伤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会受伤。不会，没关系啊。好，沈威年还不错啊，请坐，好，谢谢。那汉典可以麻烦你介绍下一位。下一位是名模版的小贾斯汀。哦耶，哦耶，耶耶耶耶，贾斯汀，贾斯汀。Baby, baby, baby, 啊。是外国人哎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台湾人。可是只是混血而已。没有没有混血，完全。怎么可能？对对对，是台湾人。那你的英文是在台湾学的？对对，在台湾学的。可是你听起来有一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可能是台语腔啊，台中腔。所以你如果用英文自我介绍，会是很像 A B C 吗？就是我很刻意避免像 A B C 啊，因为我听到那种声音，我会想揍他。可是你现在讲话就是 A B C 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会啦。台语怎么样？台语很好，因为我妈妈说台语。你可以用台语介绍你自己吗？大家好，我叫蔡亚伦。蔡亚伦台语怎么讲？这个我妈妈没有教啊。可是蔡亚伦是本名吗？对，我是本名。就是我 Alan 啊。对，我妈妈有一点重养啊。那我们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没有，你难道都没有很大的问号吗？关于你的个性？
对啦，有想问过啦，可是怕他们吵架，就怕父母吵架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禁忌话题。也不会，就是有时候兄弟姐妹会开开玩笑。你的兄弟姐妹都长这样吗？就是那会太明显。就全家福照，就是我们有全家福照啦，就是朋友来可能会问说，哎，那前面那小孩是谁的？其他的兄弟姐妹就是道地台湾人的长相吗？对对对，没有，我爸爸是原住民。他想要用这个来提升。马 Q 是有混血的感觉，你可以吗？混血可以，不能是完完全全的外国人。可是像他这样不是混血儿呢？他是，我会把他当成是混血儿啦。不管他自己说什么，不管自己说什么，对，我会把你当成混血儿。一定比较加分，比较加分呢。没有料到今天有这一号，就是他很难归类，不是吗？他这样在这里面要怎么比？哇，好，要看那个啦，才艺啊，因为这在乎才艺。所以杨宗宪，杨宗宪是因为很会唱台语歌。唱。蔡雅伦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好，我们欢迎最后一位，他是赵文轩的接班人，欢迎。赵文轩的接班人，这么特别的定位。哇，哎呦。快要，马上被他摔倒一阵子。为什么觉得有点眼熟啊？对啊，你是有上过康熙？你有没有来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你是广告明星吗？对，我拍广告出来的。是哪一个广告？最近比较有名的话，大概是在去年的一个新衣房屋婴儿房的广告。OK。对。可是因为他的长相比较。会让女生觉得吃亏的地方是他很像，如果跟女朋友吵架会很激烈的那种男生的长相，坏脾气，这也看得出啊。嗯，就是他可能会摔东西，因为他有眼神中有隐藏疯狂的因子。马 Q， 你有觉得吗？有，跟他吵架应该会捶墙啊，会吓女朋友那种。你是这种型的人吗？不是啊，马 Q。嗨，这位林昌伟身上你最满意的事情是发型。他的发型是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发型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们这里面你最不喜欢的一个发型吗？应该是第一位吧。真的吗？杨时修。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有，这样有好一点，但是可以去剪了啦。太长了，太厚了。太厚了。好，所以你的腹肌跟这里谁会一样厉害？腹肌没有很厉害耶，糟了。那你是哪里厉害？就是线条还 OK 而已。的可以麻烦他外套宽一下吗？可以吗？还好吧，就是 OK 了。正就是，因为我也不敢练得很大只啊，因为那是就得一直练下去。所以请问在座有谁比他厉害的吗？周孝安比他厉害吧？嗯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怎么比较。你可以到旁边来站一下吗？哇，是背心哦，没有空了，有一点。哎，我没有料到里面是。本来以为他是肉肉型的，对对对，他是壮的耶。OK， 所以这两个的话，我比较喜欢白 T 恤的男士，是因为衣服的品味吗？不是，因为那背心的先生呢，他肩膀太往下垂了，看起来比较丧气。哇，因为他的肩膀是平的，看起来比较……我只是有点不懂这件背心而已。这件背心其实是可以拉很长的，比较好。这个背心我跟你讲，同志会非常喜欢，是吗？好，那杨时修你可以加入吗？要脱掉吗？哦，你可以吗？哇，迫不及待要脱了。哇，哎，真的，你是不是上身很扁？对。主要是宽，可是是扁身。哦，对。可是你知道你这件衣服是有穿透的效果吗？有，就是为了等一下的才艺表演。哦。所以不是说你自己喜欢穿透感的服饰。是穿透感的服饰。我老公有几件是可以穿透的。实际我想起来。不过厉害的事情当中包括，你们哪一位跟巩俐演过电影？哇，很厉害。你跟巩俐演过电影，可是你刚刚跟我们说你在上海演网络剧啊？那是网络剧，我之前还有在去年七月份吧，在北京跟巩俐拍。你的手要被小 S 骂了。对不起。之前去年在七月在北京跟巩俐拍过戏。你去年七月在北京？对啊。跟谁演戏？那时候
演的是刘德华跟巩俐的一部电影叫《我知女人心》，然后我去演巩俐的助理这样子。所以你有很多跟他对手戏的机会，两三场。你第一眼见到巩俐的时候，你跟他怎么打招呼的？嗨。你没有称赞说你好漂亮，或者是就是这样太恭维了啊？就是会觉得不会啊，真的吗？你应该要立刻说出他哪几部作品很厉害啊？他的作品哦，你有称赞？我很喜欢他一部作品，看到的时候真的很讶异，那一部叫做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。可是你不用跟我们讲啊，你在跟他，你没有跟他讲。没有，因为当那时候在工作啊，那个电影拍摄他们行程非常的忙，所以我也不敢去打扰他们。现在你大家背后去把他手绑在后面。好好好，继续讲。所以巩俐有私下很放松的跟你聊天吗？没有哎，因为那时候工作他很像在逼供。因为他的手真的，请问巩俐看到你的第一眼说什么？嗨，他有没有称赞你？小帅哥。他有说你小帅哥？对啊，他说哎、欸、小帅哥，然后就去忙。然后你跟他演戏的时候有没有演得很糟？没有啦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事先拿到脚本，前一晚在。所以他在后面，他手也是在动吗？对，他后面手很有戏。你跟巩俐演戏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你演得不好，害他也得陪你再演一遍？其实没有哎、欸。然后巩俐她是不会去做那些手到后面去哦，不会去做 rehearsal， 他们就会请替身演员去做那个走位的动作。所以你跟她演戏的时候，手的戏也这么多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手的戏没有，我都放在后面。那你跟她演戏的时候有吓到，就是讲话发抖什么之类吗？会，不过那个跟我的那个脚本差不多，因为脚本里面她是我上司，我是她助理。所以就是讲话这样唯唯诺诺的，还蛮正常的啦。那你近距离看他演戏，你有没有觉得很惊人？他很厉害，就是不光是台词上面的，他的那个细微的动作，对镜头的表演都非常的精湛。那我们现在去租这部电影的话，看得到你吗？看得到，说多长出现多久？其实本来我有几幕特写，然后后来是因为剧情的关系，所以就剪掉了。不过那个片子上映的时候，我有去看，里面还有两幕有我，不过就是后面的那个路人这样子在后面拍手，看不到脸，看不到脸，看得到脸，不过很模糊，没有 focus， 那你就白演了。对。那也有跟刘德华对到戏吗？那跟刘华哥对戏是大对头的，没有是一对一讲话，主要是跟巩俐。对，巩俐本人漂不漂亮？她很漂亮。所以算是一个有趣的演艺生涯的开始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就是大家去看的电影看不到人啊，是还蛮可惜的一点。可是至少有机会认识一些导演吧。副导演还蛮喜欢我的。请问你们七位都有曾经去演过戏，然后剪出来以后没有自己的吗？还是拍广告结果没有自己的画面，有这种事吗？蔡雅伦也有。你去演广告就没有你？就刚刚说那个饮料的广告，没有啦，就后来朋友都叫我误人。因为打雾了，整面是雾。你打雾，对，所以这样没有用啊。我会说，哎，那是我，就因为瘦了。可是 Marquio， 你说你在夜店里面如果要钓一个男生的话，你会说出很大胆的话来逗他们呢？很大胆的话会。像什么？假如说去夜店，就是假如说有一个男生很帅，然后我就会去逗他们。可是我是。不是说真的要跟他们就是发生一些情感的事情，就是就现场闹好玩。假如说，哎呦晴天你好帅哦之类，然后就会跑过去，然后你要去哪？然后他就会说我要去上厕所之类，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？那我陪你去上厕所，我可以看你尿尿吗之类的。真的假的？哇！你有讲，你有真的说出口过这句话？你问过谁啊？杨宗宪吗？我才没有，是见证吗？真正的那种就是帅哥之类的，然后是一定要比较不熟的，就是第一天碰到。那对方通常会说什么？通常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女生怎么这样？哎呦，不要啦，这样子。”他们本来就认识你是马 Key 了，对，认识。然后后来，可是有一些男生就说：“走啊。”走啊，真的走啊，这样，然后我就会，那个时候我就会揪起来，就骗你的啦，你要当真。你没有真的接受邀请去看过？有被接就是邀请过，但是我就会拒接，我说骗你的，没有，不要当真。可是如果真的邀你的男生，你是不是就会对他比较没有好感？对。
就是要自己约，然后他给我打枪，我喜欢那种感觉。就是他害羞，对，他害羞，我就会一直想要这个。如果他是给我硬来的话，我就会觉得，不行不行不行。那你不是有病吗？女生说要去看你上厕所，你会邀他一起去吗？不会吧，这种要求这辈子第一次听过。所以你会说不好吧，这样就不要啊。会害羞的推掉，对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哎呦，干嘛这样？就是会一直想要跟人家玩。你呢，杨师兄呢？会推掉吧？会推掉。对啊，不然要说一起嘛。有些人就真的说呀。所以现场有人会觉得愿意让马 Q 进去吗？沈威，你应该可以吧？笑得很诡异。你是不是就是会说好啊？你敢看你就看啊的那种人？没有，其实我对女生很害羞。OK， 所以大概都是还算乖的，都是可爱的。是，请问有人要表演？杨兄，你刚刚说你要表演的是什么东西？跳舞。会尴尬的吗？我为了今天就是特地练了一次。所以你本来不是跳舞的人。完全不会跳。哇，那不是很危险吗？就是主要一些肌肉的舞啦。好，对 ，OK， 麻烦你哦。不是跳舞。这是我近一年看过最棒的演出，怎么会这么精彩啊？杨师兄，你根本不会跳舞啊！不会啊，完全不会。所以你干嘛表演舞蹈？谁叫你跳的？就想说跳一些肌肉的舞，对小 S。哦，要展现身材。我很喜欢这个表演。我本来一开始想说，反正就是一个尴尬的秀，就没想到看了这么高兴，你真不得了。他是，我们虽然看过那么多奇怪的舞蹈，他这个还是很奇怪，因为很天然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修饰的感觉。所以你是在家里面照着韩国舞团的舞蹈学吗？有找老师教，可是因为我完全不会，就他就是已经很简单了。所以你刚刚对着 S 这样走路的时候，你是想要怎么样？对，其实我在家里有对着镜子练，只练一练就是。自己镜子眼神交汇，说哎呀，因为韩国的明星很喜欢，我知道原地这样弄。就是，请问另外六个人谁会跳舞的吗？那是滑步啊。沈威廉会跳是不是？你可以稍微示范一下他的滑步应该变怎样吗？应该怎么滑？你是另外你是街舞的是不是？他跳得还不错，可是他的表情也很妙。而且墨镜跟玫瑰花是你自己想的吗？对，我原本想要打扮得像韩星，然后穿个飞鼠裤之类的。OK， 对，你很像，因为他长得像大人，可他行为很像小孩耶。而且他看这一切都，你会觉得韩星很想用的。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这个超好看的。你不会有在别的女生面前演过这段舞吧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最后玫瑰花本来应该怎么呈现？
我原本是想转身最后递给小 S， 所以就是走完之后拿出花。所以我们在当中笑这件事情有让你很意外吗？你以为我们不会笑是不是？没有，其实我自己也很想笑。OK， 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会笑出来。很棒的演出。好，那因为舞蹈本身太生活化，所以最后露肌肉这件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威胁感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就变成是很喜感的一个 OK 身体。可是本来那个腹肌是你很得意的成果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对。好了 ，S 既然觉得这舞很讨喜的话，那就让他介绍一下他们有一个选拔，好不好？好，由你来介绍吧，因为这你赚到的机会。你可以一边走路一边介绍吗？好，这是我们第五届的凯渥梦幻之星。那今年是采网络报名，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有招收男生。哦，对对对，对，以前没有收男生。对对对，所以只要够高，长相平庸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因为这次其实身高已经有放低了。谁会想要长相平庸？对对，可以啊，不是不可以啊，胡说吧。其实还有一个条件是，它上面是写说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。OK， 对对对。那个以后才会发现的哦。好，谢谢你哦，杨姐。谢谢。对于剩下三个表演，好担心哦。我觉得高潮就是差不多是刚才那段的吧。是，所以周晓安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旧爱还是最美。沈蔚莲，你要跳什么舞 ？Popping。立晴天，你要表演什么？武术。听起来是武术比较有可看性，真的吗？因为旧爱还是最美，我真的没办法啊。那我们让周晓安在原地唱一句给你听好不好？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，寂寞好深。错。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。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。那泪已痕，忽然好想就情人的柔软双唇。人一辈子常常只有几次。不要唱的太有点那个回家。所以他是用半念半唱的方法，对不对？这是惹到你吗？就是我这边整个鸡皮疙瘩。是周晓安特别设计的表现方式啊，就是这是很早期的一种表演法。徐永康他自己就是这样子，我知道，可是歌声很不错啊，对啦，可以练一些新一点的歌，是，不要念念唱唱的，不要干涉人家的表演风格。好，那请问如果沈蔚莲跟晴天的表演可以同一场进行吗？就是一个人武术，一个人跳舞。那很奇怪吧？我们就是喜欢奇怪的表演。所以你晴天也有自己的音乐吗？嗯，晴天的武术是什么音乐？男儿当自强。不要。不要男儿当自强。那你的舞蹈的音乐呢？是 Michael 的歌。OK， 用 Michael 的歌，然后晴天要顺着那个 Michael 的歌表演武术。好，好，加油！来，两个一起上场。奇怪，真的够！你打到很差。今天完全不管跳舞的人。你没礼貌，没礼貌回答。完蛋了啦，沈蔚莲被他盖住了，怎么办？你干嘛？来这一下。武功收掉了，这还可以跳舞。好，然后 OK， 他的舞蹈不错。哇！谢谢。OK， 谢谢蔚莲，谢谢。不错。我比较看得懂蔚莲的表演，晴天的表演我看不懂哎。他感觉也是武术很不强的人。没有，因为我今天穿牛仔裤。等等，你练了多久？我大概从过完年练了快4个月了。那有什么好表演的？他的舞一定练了很久。嗯，你跳舞跳几年？高中跳3年。是，可是他跳舞的时候脸型很，表情很奇特。还有一张，嘴巴会这样缩成那个小小的样子。是啊。好，所以今天七位男生，总体表现算下来的话 ，S
本来一开始杨石秀的外形真的没有到很讨喜， okay. 可是因为他那个舞实在诠释的太棒了，我真的太喜欢那个演出，我很想要珍藏这段回忆。你少跟我说，真的啦，我就很难跟姐没有看到的人形容这种。所以如果杨石秀就是很爱你，可是他本来外形上不够吸引你，可他为你献上这段舞蹈的话，你会跟他交往一下下？就是我可以忍受再看五次。OK， 就是他要再练新的舞步，所以以后我们有五集片尾曲都由他来跳。马 Q 呢？今天总评分下来，你对谁比较印象深刻？也是杨世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也是舞蹈吗？舞蹈真的是胜出一切。然后沈威年，沈威年其实他就是标准的帅哥啊，然后又会跳舞，然后那表情又是让女生喜欢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两个你喜欢。对。然后最让你们冒汗的是谁？周孝安该念念唱唱的时候，我有一点不知所措。OK， 我 kill 的。应该是蔡雅伦吧。哦。因为他都在骗人的感觉。但他虽然没有号称没有外国血统，他整个人坐在那边。感觉就是一个要点烟，然后就要开始很拱哎，对，很拱，很有趣，好，所以我们继续观察这七位的表现，说不定将来会有真正的大明星出现了。好，我们很期待，谢谢你们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